这十楼才是真的现场吧？就是对面那个窗户是吧？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天华，你刚才说那坠楼高度多少来着？ 至少30米以上。走，咱们去十楼看看。有人吗？ 搞错了吧？我的天哪！我刚才是不是上楼了？刚才，这是不是就能解释为什么保安跟着卓凯回家，却看不到卓凯所描述的一切？这十楼才是真的现场吧？哎呀，看来他真是让人给下套了。那这卓凯也忒脆弱了吧？吓唬吓唬就跳楼了。 亏心事儿干多了，心里虚呗。哎，你们看啊，无论是民警、保安他们的描述，还是那天咱们从医院出来以后卓凯的反应，我觉得被这么吓唬。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可是你就算再被吓，他也不至于认不清自己家在几层吧？怎么就从8层一下跑到10层来了？哎，天华，你调一下那个电梯里的监控吧。哎，你们来看看这是什么？不是空调吗？ 录音笔。